50%以上，甚至可以1到3个月完全不吃任何一颗药，就可以完全改善。我告诉各位，啊，因为我研究这个20-30年的时间，看太多了。为什么有的人频尿，有的人摄入性肥大不频尿，有的人为什么肥大，甚至不肥大也会频尿？为什么？因为寒。所以呢，有人老人家都会咳嗽，有没有听过？常常会哇痰很多咳嗽，黑工还在老狼少，咁老狼一点爱少，啊，咁老狼一点爱生疼。错的观念，那你说的错起来。所以说老人少就是寒的引起的，肾寒肾虚就会有痰多。但是寒，如果各位当你用温热器温热的时候，只有改善70%-80%，永远都没办法改善100%改善的时候，就是你的寒的来源没有断除。那怎么断除？我告诉各位，比如来讲好了，到晚上，很多人有太多太多的人都在晚上1点到3点猝死的。那为什么会在这个时间猝死？因为我们地球，我们晚上是那个时间是最冷的地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那时候温度是最低的时候，所以呢，到那时候冷，你这边又没有盖起来，寒气从这边缩起来，低脑部也凉，这边凉，所以呢，它还是没办法完全控制，它还是告诉你赶快把水分排掉，赶快把水分排掉。所以呢，只要温热以后还是没办法改善的，这边晚上再温热。没有温热，最早用毛巾包起来，你睡觉1-2个礼拜就可以，你会觉得太神奇了。这个一个毛巾围起来就可以治病了。有的人咳嗽气喘几十年医不好，温热包完这个弄起来以后1个礼拜就好了，这么简单。他说：“老师，如果我在10年前、20年前听你演讲，我就不要吃那么多的苦了。”对不对？问题，因为大家都在走商业，我刚才讲过，我这一辈子要留什么给人类、给社会、给人的子子孙孙，一个方法、一个观念。我只是说我这一辈子我立下这个愿而已，所以我不断的去做所谓的演讲、演讲、演讲。但是呢，如果真的是穷人，买不起，也都可以跟我讲，我都可以免费的捐赠，啊，这个是我跟各位讲的，但是我在这边没有在卖，啊，我出来演讲从来不卖东西，啊，如果你们有需要，你们可以去团购上网，啊，都可以，啊，来，我告诉各位，像这个频尿的，男孩子、女孩子都会频尿，都是寒引起的比较多，记得。夏天，有的人依照会的背尿，然后变成膀胱发炎，常常有慢性膀胱炎。那这一种到年纪大的时候，就会怎么样？会尿失禁，要不然就会频尿。好，今天都很寒的问题。再来呢，老年咳，啊，老年咳我刚才讲过的一样，丹田、命门这些都要做，只要再把。什么？这里脖子，再把它温热或者毛巾包起来。那我告诉各位，老年咳、气喘，都可以在短短的时间，1到7天可以改善，1到3个月可以改善，但要配合饮食，不能再喝冰水、吃西瓜，啊，这个要注意的。如果你再给我喝冰水、吃西瓜，甚至吃西瓜又吃冰的。那我也没办法，有的气喘，我告诉他，你1个月、3个月就要好了，结果呢，他1个月以后，他说气喘就没有再去挂急诊了，要不然每一个礼拜要去挂1次以上，结果交代以后，1个月以后，通通不用再挂，
去挂急诊，没有再发作过了。结果呢，又过了半个月跑来，表示我们小孩子又去送急诊了。我说怎么啦？是不是吃西瓜，把西瓜当餐餐吃啊？老师你怎么知道？因为我什么人，他们种西瓜，那个载了好几颗来送我们。早上起来就吃西瓜，中午回来又吃西瓜，晚上又吃西瓜，你不发作才怪嘛，对不对？所以呢，后来老师，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，什么东西不要吃？从头到尾都跟我讲。挖泪的不要吃。水分多的通通不要吃，水分多的，啊，但是西瓜有没有听过？蜜桃假西瓜。我没有反正，啊，且也反正，我问大家，恁知无？唔知，啊，大家拢一样念，啊，我唔知影原因。啊，西瓜讲遐念，哈？有无？啊，甲咪比椰子较念，会比椰子较念无？应该椰子比较难。椰子比较难。西瓜。有无西瓜比较难？我甲你讲，一个半斤，一个白念。啊，不管跟白牛是相较较较大，白大，但是呢，一个半斤的，一个白牛的，一个半斤内底没有纤维，啊，一个白牛内底呢，伊的纤维是网状的，啊，网状我们肠道没办法吸收，所以才会造成拉肚子，寒又像网状的纤维没办法吸收，造成的拉肚子，所以西瓜。不会吸收，不容易吸收，所以呢，很多人不懂，只听过，对不对？所以我今天讲，你们知道了吧？西瓜的纤维是网状的，所以它的肠道不容易吸收。好，所以这很简单哈。好，失眠一样啊，丹田、关元、命门，好好的温热，白天晚上都要温热哈。那大概配合饮食，大概快的话一个礼拜，啊，那如果呢，只是轻微的，我们台湾你知道有多少人失眠吗？500万。好，我来告诉各位，你们可以上网去卫生署网站看，200万人是几乎天天吃安眠药，还有400万人是常常吃或偶尔吃，还没有去看医生的我不知道，那你说？失眠会造成多大的困扰吗？你知道刚才说的频尿，我们台湾一年有几万人是早上晚上频尿起来上厕所跌倒摔伤了吗？都超过几万人。所以我为什么一直在做推广，希望这些悲剧尽量不要再发生，好，希望跟大家一起分享。好，那如果呢，这一种失眠要同时要注意的，我要告诉各位，你们看这边，你们不会问，或者我没有把诀窍再点出来，你们用效果也不会很好。为什么？因为失眠的人，你白天再怎么累，都不能睡午觉打盹，了解意思吗？你白天你再怎么累，我晚上才两三点才睡着了，那你6点要起床，不要说我3、4点才睡觉，我睡到中午才起来，晚上都睡不着，那是不对的。你如果真正的失眠，要强迫矫正你的生理时钟，所以一定第一个温热，让你的交感副交感神经放松，你就容易平衡。第二个，你一定白天再怎么累都不能打盹，晚上我不管你几点睡，早上6点一定要起床。你这样强迫一个礼拜到2个礼拜，温热不吃药，你的失眠就改善。如果没有那么严重的，刚刚一个口诀叫做春经慢熬嗨，我听过无？你捌听过吼？春经慢熬海，就咱给一半的人，免食安眠药啊，一礼拜内底就好啊。春经慢熬海，
前面半截了吗？前面二截了吗？讲明白一点吧。我们睡觉的时候，躺在床上你睡不着，请你手往上提，用力，上面好像啊千斤要压下来的一样，好，用力，然后脚呢要伸直用力，全身就很僵硬了，然后再深呼吸，吸饱以后缩下巴，那这样憋气憋到你受不了，一直憋气。憋到你受不了的时候，一口气哈吐掉，然后全身放松，眼睛闭着。有道理，有道理。我告诉各位，这样，这样，几乎三分之一失眠的人，我教他这个方法就好了，不用再吃安眠药了。严重的话做三次。如果你憋气憋一分钟、两分钟，你就憋到你受不了才吐那口气，全身放松，你的交感、副交感神经完全马上切换，马上让你放松。因为我们身体健康的人，是只要你站起来的时候，交感它就启动；只要你躺平的时候，副交感就启动，交感就要休息了。我们本身人本来就有这样的设计，白天你想你累的时候躺平。副交感启动，你马上可以睡觉，眼睛张开起来，那个交感马上启动，副交感马上休息。所以这个叫生理，所以你的生理平衡是可以能够能伸能缩啊，懂我意思吗？这个才叫做健康啊。纯筋慢脑害而诶呗，纯筋就是伸展，伸展筋嘛，筋把它伸展，慢脑，慢脑就缩下巴，哦，缩下巴，对，吸。那个吸气以后，吸饱以后，缩下巴，憋气，憋气，这样就好了。哈，就是一口气。再来，如果还睡不着，还有一个方法。打电话给吴老师。不要，再打电话给我，我电话永远接不完。好。其实我会接电话，只有几种人我会接。那个忧郁症，啊，一直会咨商的，来找我咨商过了，他已经完全信任我，他只有听我一个人的话的时候，老师，我现在心很烦，我好想死哦。那时候如果你没有接他的电话呢，也许他真的就死了，你同意是吧？好，因为。他想说老师都不理我了，我还活着干嘛呢？啊，这种人我会接电话。他说我电话我尽量不给人家，要不然我每一场演讲多的话几百人，我光电话我看二十四小时响不停，啊，所以不是我不给你们电话哈，嘿，啊你们可以打到过去问。你要成佛才会快啊，对不对？救苍生啊。我就是没有那个，我没有那么大智慧，所以我呢是人。白天打给林老师，他会接啊。对啊，上班会接哈。好。白天的时间。所以呢，失眠我讲到了，第一个都教你方法，还有如果你这样从阴班脑下里冷北三点还睡不着的时候，还有最后一招，这个压你的肚脐，啊，配合他的深呼吸，用腹部呼吸，吐气压到底，到压到你会有点痛，然后再吸气放开。吐气压到底，我告诉你，今天回去请你们试试看，连便秘也会改善，连失眠也会改善，多好啊！压哪个部位？压肚脐。要做几次？对，肚脐，哎，肚脐它是我们先天之门啊！啊，我们怀孕女孩子的怀孕开始，小孩子形成那个脐带就形成了。所以母体供应给小孩子婴儿，就是从这里开始的，啊。所以深呼吸，慢慢吐气，对吧？啊。深呼吸，然后慢慢吐气。什么时候？就是刚刚。哦，这个对，这个深呼吸，吐气慢慢吐，吐到完，吐到你吐不了，还压下去，最后一口气把它压掉，然后再吸，吸饱了。再吐。
吐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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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直吐吐到完全没气了，再吸气。我告诉各位啊，你们要不到三十下，保证你睡着了。是要躺着坐。躺着坐，站着不用坐。啊，你们试试看，以后呢，你们就会知道了。哎呀，老师，我们那边一个社区，我们那边有一个佛寺，是不是可以请你来演讲？可以，30个人以上，我完全是公益性的演讲，不收车马费，但是我到学校，学校他都会给我车马费。好，这个是因为学校有学校的制度。我说只要是推广公益性，我完全可以不收费。他说不行，我们一节还是几千块给老师。我说好，按照你们规定嘛哈。好，便秘、夜经痛也差不多啊。大概我告诉你们的方式，大概最好不要喝冰水，啊，平时少吃哈，尤其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上更多的课哈。好，酸痛，我碰过很多老人家，哎呀，老啊啦，不好啊啦，规身骨酸痛了了啦，啊，安怎讲的，心里病无人提啦，啊，真遐侪囡仔大家要爱啦，讲实在。吃老安尼做悲哀，吼、哦，艰苦，心里病无人提，吼、哦，啊钱较济拢有人替你开，嘿，啊、哦，所以讲呢，介像这老伙仔，我甲讲，哎呦，大姐，妈妈你好哦，啊你这个用八皮烧烧啦，就有效啊啦。伊讲安尼医生都关了你哦，我一定去看医生，逐礼拜啊去做温灸，去遐往喊，都无效啊，你办安尼干有效？我好啦，我先去，予你用好啦，无好再摕钱予我，安尼好唔好？伊讲够有效，我好啦，你用看卖咧。热天唔用啦，嘛是要去针灸去热敷啦。到寒来时，伊就话走来找我啊，老师，啊你会当讲予我用看卖，有好再甲你买好唔好？我讲唔免，你先摕转去，会较欢喜当当来。结果咧，伊安尼甲排，因为寒啦，吼、哦，排几下才排歹。嘿，真爽快呢！一礼拜、两礼拜、三礼拜过啊，走来。哎，老师，我即摆毋免过去看中医，毋免去针灸，毋免去做花呢。安尼有好无？到即摆欢喜甲逐工做义工，吼、哦！啊，伊做义工讲，老师，你会当互我做义工吼？我做个工就一半互你啦。安尼有趣味无？哎，一摆阿三足趣味个，吼、哦！所以咱伫讲个讲身体够好较重要吼。哦好，高血压也可以不药而愈。高血压一定爱逐工啉水，过来袂使啉冰水，过来不落药，等来食饭。啊，你若会了，会个三高、四高、五高不管，包括讲阿里山的高也没关系，高山轻的无所谓哈。第一，咱会当用几项物件，为了讲啉啥，啉这个迄个有效无？啉柠檬汁有效无？有啦，但是胃较袂堪，就胃喙齿吼，诶、欸，较迄落，所以，诶、欸，柠檬汁温的也可以，吼、哦，啊有帮助，啊毋是迄个简单，吼、哦，啊，咱搁有一寡食疗，以后有机会，咱可能因为时间真哩够啊吼，我希望到时刷时间互你，尿毒素、洗肾诶，啊，大概用我的方法都可以，一个月、两个月以后，本来洗3次变2次，啊、哦，我教的都是方法，啊、哦。我教的这个方法不用吃药，啊，我希望把这个啊教给所有的人哈、啊。好，正确的观念，简单的方法，让你自己做医生。生命只有一次，不要再吃药过日子，活得健康要有尊严，这是人生梦寐以求的哈、啊。哎，健康无价，穷人失去健康，雪上加霜。哈、啊，富人失去健康，人等于一辈子白忙。啊，那这辈子呢，没有健康都是瞎忙。不管你有偌大财产，有偌友好的事实，不管身体够用，就是小平方的。啊，好，饮食温度、饮食营养很重要哈、哦，观念情绪也很重要。该休息的、该运动、该动的要动哈、哦。所以呢，治百病靠体温，温热疗法是很重要的。双方交流时间，问你答健康 DIY 示范。希望你们有任何问题，
我们还有大概十来分钟时间给各位发问。老师，好，来，请问老。